能喝不喝也不对，我们也是天天醉。据说这1000多万的豪宅，温哥华某企业大佬看上了，我觉得更适合我，你们说呢？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大文房地产销售统帅杨雷。你敢相信吗？在古老尊贵的桑拿室里边，竟然有这样一套全新的千万豪宅。这一套是我最近看过以来最具有法国贵族的那种感觉。跟我来看看吧。这个宅邸是由名建筑设计师 Louis Leland 精心设计的，坐落在地大将近15000尺，有将近9000尺的室内空间，高贵而宽大的厨房搭配着全套顶级不锈钢电器 WOLF， 用餐区和家庭室联系在一起，可打开通往后院，整个环境让你有一种巴黎贵族的感觉。楼上有4个套房，我带大家来看看吧。这也太凡尔赛了吧。来到地下室，这就是主人们休闲娱乐的空间。俊男美女们都喜欢美式的桌球台，我可以在这边健身练瑜伽，当然少不了还有法式玻璃封闭的温控酒窖。这里既是设备齐全的影音室以及浴房。来，快跟我出来，现在我们能更好地看到整个别墅的外立面，包括它的园林设计啊，它所用的食材啊，空间的布局啊，那整个风水和感觉就是对的。这里还有一个草坪，除了可以拿来喝下午茶以外，还可以来对华尔兹。要不要跟我舞一曲？